煤矿废塔，直接叫出我的弟弟。不要客气，臭弟弟。想干嘛？完了！不要踢，不要踢，不要踢我！哎，没关系，他这边应该不会找我来的。你干嘛？我要来替我弟弟报仇！上啊，弟弟，换你报仇的时候到了。这边还可以再偷袭一只哎，哦，这只已经撤远了，真的还敢在我面前晃，我直接叫弟弟扑他。上啊，弟弟扑他，扁他！哇，气力不够！哇，这个人怎么敢不扭的啊？他就这样贴着哦。哇，甩太多了。哇，这个没中吗？我怎么感觉刚那个要中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敢踢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是无敌的吗？他们都不会怕吗？还是我在他们眼中其实是不是无敌的？为什么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还是这个白色的真的是骗人的？自欺欺人白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个白色是骗人的吗？到底更新了啥？正常来说，白色是无敌的啦。他特别更新了这一条，只更新的不会绑架。对啦，现在是不会绑架，没错啦，至少可以招回来啦。我刚以为他 window tap 我，结果他没有。我以为啦。现在会鬼拉脚，真的很烦。哇！我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白色真的是不是自欺欺人，我不太确定，感觉很像是真的，感觉我看的是白色吗？别人看的应该是红色，不然他们不会踢得这么果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们踢得太果断，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。现在的人是不是都会带灯来防双胞胎啊？我在想。有带有差呢，有带能防啊，没带不能防啊。有没有可能他没在注意颜色，觉得可以踢就踢了？真的假的？大家都不看一下更新日志的吗？这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吗？
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距离够近也没办法招回来、欸。为什么有时候会可以突然招回来？我不知道他那个点到底是怎样，我不太确定。就有时候就是可以突然招回来，有时候就是不行。好啦，扑个满血，没关系。哎呦，他有注意到我，我以为他没有。目标是你呀、啊，你旁边那一只，说实话。这边大家都惨咯。又来，我觉得这招真的很好用哎、欸，就是他们在推我的弟弟推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就故意把他叫回来，然后他们就发现嗯。怎么没得叫了？那我是可以出来了啊！结果发现哇，人没了，好用好用的一招。没有人来救他哦，哇，这人没人爱、欸。我想哦，有了有人来救了。想说这边应该差不多要有人来救了，结果我过来走了一圈没有人、欸。楼上点灯哦、喔！就挂！哇，还要打头！这边是不是亏了？好啦，也没算多亏啦，因为我还有一挂嘛。有种你也打我头。他不给绑架了，对，就是他可以随时召回来。说是随时，但他其实有冷却时间的。但说是有冷却时间，我有一次就可以突然马上召回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他那个判定的点在哪。但基本上是要等十秒的冷却的。捡人呢？啊？到底干嘛？他还多给我看他0.5秒，是不是？啊，多给我看他一下，他到底想干嘛？这里应该可以回去扁人啦、啊，会是隐身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挂一挂好了。没有测试服那么作弊了吗？至少不会让你一见到双胞胎的弟弟，然后就啪啪两刀你就没了。啊，至少不会这样。他现在就是比较讲求循序渐进的，然后是打那种群伤的。
就如果你半血的话会很危险，然后全场都半血的话会超级危险，然后刚好又被双胞胎看到位置的话，有机会就直接团灭了，非常有机会。那莫名其妙双胞胎现在玩一玩也蛮坐牢的。啊！为什么往外飞？屁啦！我是撞到了啥？啊，那个往外飞也太扯了吧！有肉，他没有听到我这个破壶的声音哎！妈的，你这烂壶！还好啊，他没有听到我这烂壶的声音。改版了，好像真的有把双胞胎的一些噪音消掉了。我没有再听到那些铃铃当当的烂壶哎，对不对？我每次玩隐身流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听到那个烂壶仙，然后导致我根本没办法好好的偷袭。他一定有听到我的呼声音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好像没有嘞，好像没有嘞，对不对？你们仔细听，我刚都没有听到我这个铃铃啷啷的声音啊。那你看我背后是有背东西的啊，所以应该不会是造型的问题吧？听说那个彩蛋都藏在角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角落好了，稍微寻一下角落。是什么的彩蛋？这是 DVD 最新的彩蛋，然后它是一个很旧。哎，找到了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要本体来才有用吗？好，我切本体过来。是这个地图才有的彩蛋吗？没错，只有这张图才有。你看，它都会变身。对，这个是僵尸狗，僵尸浣熊，僵尸浣熊，就是这张图才有的彩蛋，也是这次更新才有的彩蛋。它是一个隐藏成就。但为什么会有这个隐藏成就呢？其实就是 DVD 日本那边他有办一个投票，然后日本那边投票第一名是浣熊，所以官方就加了一个这个的浣熊彩蛋。